我这个打坐该怎么样打？就是修禅定，不被内外境转，如如不动。哦，一直是说要以不动修成道嘛，一直说修别的，你学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得动，都得勤奋，就是修行是懒，让你变懒的，不动就行，多么好的法门啊，你知道吗？ 这是成道时候你不动，其他的都是勤奋，勤能补拙，勤奋，考大学不得勤奋嘛，学绘画不得勤奋嘛，练练练，这个是不动，你看，然后大家说不动怎么做，然后我说你动两下，他乱动两下，我说停，这就叫不动，说这得连不动也不会，知道吧？大家动惯了不会不动，你说不动。 老是砸不动啊！我说你放下你的手，停在那儿，身心不动，那这不就不动了？安住在那儿，了了分明，保持觉照，不要变成石墩儿，那不动就行了，觉而不动。但是不要大家就把意念放在那个觉知上了，就是我感觉到别人骂我，但是我没动。你觉而不动是说让你保持一个不要变成石头，啥也不知道了。 但是不要你觉得别人骂你，你这不动了吗？你定义了吗？你觉得别人骂你，这不叫动吗？这不头脑在动吗？他骂你那句话就那么重要的吗？你马上就分别了吗？你觉而不动，这个觉不要我觉得什么，我觉得什么，然后我觉得我不动，这又不动了吗？我觉得我不动，这不是动了？就是你的身心不动，什么叫身心不动？你不要去想你。 我觉得我不动了，这解释也不要想，坐在那儿。我觉得我不动了，好了，安住吧，就这样。然后实在不行，听个音乐了，就安住在音乐上喽。因为我们实在没办法从六根一起修，那佛不是让你说，要么歇修耳根嘛，修耳根就是安住在声音上，就只管声音的动静嘛，就其他的不管了，眼睛不管了，鼻子、嘴巴、味觉啊，是光明黑暗这些，你先不要管这些了，就只管声音嘛。 不分别动静二相，不分别动个静，现在是动静，不知道是吧？哎，就这样子，就行了嘛，这不多简单修行吗？我不会也不会，现在就是。你看我说话，你既没有也听见我说啥，你也没分别我是动的还是静的，哎，就这样子。但是你听到我的声音，就这样子，这就叫修行，知道吧？就很简单，很微妙的就定在那儿。 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的话就有个条件，就是能赶紧再修，先从欲界结，先把情欲这件事搞定，然后再结婚也不迟，啊会方便一点嘛，不用你还你闭关还得跟人商量，人家不同意你闭不了，对吧？啊，<笑>先从情感里解脱了，解脱的自在一点再结，你都有点本事你再结婚的，否则人家。 男的变心，你不伤心嘛，是吧？逃到哪儿，你会觉得在这件事情上。但有这个不，比如说我在做事啊，我做一件科学家在研究那个的课题啊，什么也很专注啊，他是全部都，他这个就不如身心不动，坐在那儿如如不动更好一点，哎，不如不做事更好一点。嗯，那持咒念佛号，以念代办你关呼吸是不一样的。 你说专注在一件工作里边，那个但毕竟你在思考，就聚集能动量的转化聚集，就不如坐在坐垫上，不动更好。专注在一句佛号，一念，因为你我们杂念多嘛，所以才有法门嘛。你刚开始说你啥也不想，你不行嘛，你坐在那不想过去就是未来，乱想了。所以才说观呼吸啊，念佛号啊，让你把意念放在一件事上，哎，然后去静下来。但你要是观呼吸，你就会。 那观呼吸内观，一手脉轮啊，观呼吸这个是相对于你的身体设定的法门啊，它不是让你在外边洗那个衣服啊，去成道。它为什么要观呼吸？因为我们经常朝外看，我们经常这身体的能量往外走，那让你往里走，就是就有一个移动嘛，这样对你的修定是有帮助的。念佛号是咒语是有加持的。 他这些法门的设立也是，虽然说只是为了你修止，就你停下乱想，但他也不会说是，你要不东在街上洗衣服或者去玩修止吧，他还是设定的时候他是修六度啊这些，他考虑过，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人更容易定下来、止下来。
其实控制我们的，我们能够伤害到我们的，真不是哪一个人哪件事，他其实真的是自己对情的看法跟自己生理的反应，就生理的就是能量啊，你的能量没进化完，那个海底轮的能量啊，就生殖系统这个能量一定要进化。你停下来进化，跟你不停下性生活进化绝对是不一样，一定要先停下。然后呢，心性上对情感的认知角度。才在一段爱情里边能伤到你，并不是那个人能伤到你，也不是你自己也说哎钻了牛角尖，是你的框架没打开。对爱情的看法，对爱情的憧憬那些东西。但这个真不是简单的说坐在这我说两句你就能放下，那需要有修一段时间，慢慢就解脱出来，都是循序渐进的，有时候，慢慢来吧。我们总会有期待的，这种问题也说不要有期待，不要有欲望，那肯定我们没烦恼。问题是他就有嘛，那成道不也是期待嘛？这期待从解脱这自在不是期待，你总会有，这你就是这样一个系统，知道吧？你总有期望，否则生活你觉得太无聊、太沉闷、太空虚了。你总期望你变得更好，总期望更完美，总期望发生很美好的事情，是吧？你干工作你还不期望干得更好，你谈情说爱也希望别人更爱你，你做啥不希望更好？你肯定不希望坏呀，是吧？你总不能做一件事啥也不想，那已经成道了，只去耕耘不在乎结果，那已经这个人很厉害了。但期望是每个人有梦想有期望。有期望是很好的，我一直说那个梦想也是很好的，其实它就是个梦想，它是个目标，你高高的挂在那个地方，比如我想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挂上挂满，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，你挂上一般，但不一定去实现嘛，梦想不一定是实现的，有的是看的欣赏的。我挂了一排梦想，我想你看，我想当画家，我想当诗人啊，我想怎么样，我想拥有一个哎美好的家庭，我想有一个孩子，我想怎么怎么，你挂上一排啊，美好的愿望，美好的梦想，但实现不了也没关系啊，他只要有点梦放在那嘛，大家活得精彩嘛，啊，有时候梦想就是看看呗，自己觉得有希望，你有个目标个方向嘛，啊。成道也是个方向嘛，大家觉得我选择成道，但是成道你根本不知道佛是什么，但是大家心中的佛都是法力无边、头上放光的，啊，神通广大的啊，能够心想事成的，你就把那个佛先放在那儿，冲着那个目标走呗。说达到那个怎么走呢？哎呀，修定啊，要修破自我啊，破法执啊，破我执，要修禅定，要把情欲转化，要把气脉净化等等。这都是方法啊，反正那个目标在那儿，你继续修吧，修到最后再破那个梦想，再放那个所求心呗，有个所求心啊，那个心也是障碍嘛。你要觉醒了才能选择世界，你才能自己有选择命。你又做梦了，因为对佛菩萨来说，轮回也就是做个梦呗。你要知道，对我们来说，六道轮回上万年、上亿年，对宇宙来说，别说是对法界无时空观念，就算是对于太阳系、银河系来说，你这上万年、上亿年，弹指一下，你做几个梦在人世间做，你做人你才100年最多，你十世才这1000年，你十世太阳眨一眨眼睛啊，太短了嘛，你多做几个梦就在人世间也没问题，是吧？你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，是吧？对，真的是对，佛菩萨没有时空的，就在当下，当下哪儿都能够去，当下没有时空观念的，那个一了解就是极乐世界，有那么远吗？108000里吗？是吧？那你回去不回去还有那么难吗？是吧？看你自己醒来没醒来嘛，你迷糊在那儿一直做梦，那就继续做呗，是吧？继续做下去。然后我们只是气脉转不了，气脉里边脉堵啊，或者什么气，我们通过自己的气脉看世界，就认定去认定自己，就觉得自己很沉重，自己很难转，没那么难，哪有那么难？真的是进化，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走，把气脉进化了，把心性转化了。心性上好多，就是根深蒂固认为你就是这个东西，
一直说根深蒂固，你认为你就这个东西，你就是那个东西，六根。先不要这样认为，你这不佛说四大皆空嘛？这空就是说，为什么说空呢？你不要说，就是说，这是个假象。哎，为什么说假象呢？就是说你不要执着，别人骂你两句，说你两句，你不要纠结了，哎，是吧？也不要老为自己打算，不要老想着，哎呀，我怎么办了？然后这个头脑又冒泡泡了，又怎么样？又怎么？不要老纠结的，先不要怕自己怎么样灭了这件事。先不要怕，因为佛说这个是幻境，他说幻境说什么？不是在你头脑中把自己做人的观想成两个水泡呢，不是那样，是不要怕自己，不要自己出来任何状态，先不要怕，他就是这样各种幻境，他就做，哎，一路都坐在这儿慢慢修他，嗯，然后一步一步，当然修成了，然后你也就是这个六根，也没别的，哎，那个时候这个六根就又真实了嘛。哎，修到空就是色的时候，这不是这个东西又真实了吗？你全宇宙也就这个六根，就这一米几、一米六、一米七，全宇宙因为没有时间空间，没有无处不在啊！你动个念就是这儿动念嘛，六根就是世界嘛，六根就成了法界了嘛，你就成道了嘛，是吧？但那是过来华，但一开始你要把，因为我们太在乎自己了，然后定义自己是个物质的。这个定义已经完了，你把你框住了，然后定义自己三维的，自己是个物质的，自己是个女人，哎，对修行来说，这种定义已经，自己今年40岁了，30岁了，还有说，哎呀，我还没结婚，哎呀，我还没孩子，这更是攀缘，这你是个修行者，知道吧？各种定义先不要走，你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的，你是成道，你不要不是在这世界做个好人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做。你要四大皆空的是吧？从来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学科说让你说是把自己关空了，是吧？哪有一个学科是？不是说你努力的去改变自己啊，你会变得越优秀啊，你会不学各种技能啊，琴棋书画勤奋的学，啊，是吧？各种啊淑女的样子啊什么各种啊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说，你要想跳出三界不在五行，不被情欲所控，那么好把自己关空一下，怎么空法？不在乎自己呀，你不能坐在桌上，哎呀，我像个虚空，虚空你也很在乎，是不要在乎自己那些难觉受嘛？你不身上有点觉受嘛？很难受嘛？嫉妒出来了嘛？嗔恨出来了，你不要在乎嘛？你嫉妒出来就出来吧，怕的。然后你还下个第一次叫嫉妒，你出来啥叫他出来啥？因为你身上是有业力、有习气串习、有习惯，他自然的他就会冒水泡嘛，那冒呗。冒你如如不动，在这看着呗，慢慢它就冒得越来越少了呗。只要你的见闻觉知不去分别定义，它一定会冒得越来越少。啊，只是你的眼睛不断的着想，不断的着想，耳朵也不断的着想，着想就是不断分别，不断有新的分别又产生了。所以修行就好像没有效果嘛。所以你说你，哎呀，我没有什么可破的了。动静二选破了吗？你不修耳根圆通吗？没有、啊，那没破，你还没啥破的，又不是让你破那些粗重的烦恼吗？是吧？这个世界那些烦恼有啥破的？有本能反应破了才算。你那些烦恼早就真的梦幻泡影，有啥破的？那些烦恼谁也没有啊，还用你破呢？大家都烦的都不想烦了，有啥破的？看也不看。都不看了，烦就烦呗。老师，你正在干嘛呢？烦呢，正在烦恼呢，是吧？都不看他，都烦就烦呗。因为啥烦呢？好多事烦，不看了，不想了嘛，这就烦呗。要坚持的，就像大家，就像你说，哎，就像三下说，哎呀，我也想自在啊，但是我心力不够啊。我觉得，你看，我想静下来，我心都打多少，是吧？我是举个例子啊，当然你不多说，但是心里这种的状态就是什么，就是你要练，知道吗？每天坚持15分钟、20分钟，你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就解脱出来，你就坐在那去深呼吸。你假如心这边达到这，你就10次、20次的这样子深呼吸，吸气吸得很深，吸到下丹田，哎，吸到海底轮，哎，呼气呼上来，不断的吸气呼气。然后把自己的气调匀，哎，调匀，不要让它聚集在胸口这一块，因为你思考经常钻牛角尖，思考问题都在这儿，所以你往深呼吸，
呼吸完了，然后就伸展啊，让你的胳膊腿伸展运动，每天就这么，就哪怕练练瑜伽，你不是大家是一学瑜伽，还是就在学瑜伽，就在练，是让你运动，不是让你去用学门技能，是吧？学技能有啥用呢？就是学门东西，大家一学啥就是，哎呀，我要学个啥，弄完了，你学去吧，你好像要表演给谁看的似的，不是。哪怕你翻翻，现在网上也有健身运动啊什么，哎，你看见一两个动作，不管是健身操还是瑜伽的动作，有一个到两个，你不要系统的全学，你又不是当瑜伽老师，就一两个动作，你觉得哎呀很适合你，那就不停的就这样子，哎，就练呗，哎，就是深呼吸，一旦就哎开始推广，因为比如说你这块堵着，那气就聚集在这。一直先深呼吸，让它上下动气，然后呢，让它左右摆，这不是简单的一个，这飞像燕子这样大也飞，哎，就坐在这一会儿你就转过来，但是你要坐在那说我不行，永远转不过来，知道吗？你就这样深呼吸，哎，然后甚至你拿手导引它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继续往下压，然后哎这样子，然后往我。哎，这样子我还就是上下左右打开它，把这个心轮这一块推开它，哎，一会儿你就觉得真没那么烦了。哎，所以运动啊，你的运动太少了，然后这样坚持一个月就不烦了，知道吧？然后当我说话的时候说放下，你就马上放下了，因为你有力量。现在说放下心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那种。不是放的问题，是拿也拿不起，放也放不下，就是那种啊、嗯。你要是没力量的话，我说啥也是触动。哎呀，触动了，哎呀，又触动我头了，神经了，那叫触动神经，知道吧？你要有力量的话，哦，就这样，就像人家六祖无所住升起心，无所住升起心，人家就说啊、哦，人家就不挂了呗。以前可能还挂着，我妈怎么办？我要出家，我妈怎么办？挂着下一顿吃啥？这个打了财卖不了怎么办？啊，可能说，或者就是做事的时候还能想着别的。人家那种就是啊，五祖说，还无所住身体，《金刚经》一听这句话，哎，哦，不用想，就这样，全然的。我淘米就是淘米，倒米就是倒米，做饭就是做饭，打财就是打财，卖不了就卖不了。我妈怎么办？这回去再说。就不会挂碍了嘛，无所住啊，就无挂碍了。心不会住在任何人事物里边，是不再住在时间和空间里，这不就无所住吗？我们是啥也住，你的心早就迷失了，遗失了，挂在任何还纠结较真，住也不怕，你住少嘛，本来也没啥可住的东西嘛，毕竟空嘛。但是你执着了就不对了，你觉得受伤了在里边，那你就有问题了。那你肯定是有盲区了，哎，有障碍了。嗯，既然有盲区有障碍，那有病就得治，就得有障碍，我清理障碍；有盲区，不要让自己永远好几年困在那个状态里边，然后真的活得很难受。嗯，那些都可以治疗的，只要你需要时间，但不一定是一定要需要药物的，看清楚它就调过了。